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李佳翔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张星河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古柳林。接下来恐怖箱的挑战开始啦！什么玩意儿？糖果？不对，这个是椰果。莫里斯椰果。包子。包子。钢丝球。包子。然后。这啥呀？这是谁？衣架。挂钩。哎，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忘了。三角架。超人。去。奥特曼。玩具。哎呀妈呀！我先放。还有一个，这是啥？怎么没找到？哦，鸭子，小鸭子，全没了，全没了。我结束了。赢了。是我，谢谢你们。传说有个魔仙堡，有个女王不得了。每个魔仙的他知道，都渴望世界更美好。嘿，变得比笑真的奇妙，真的奇妙。一个咒语一个符号，啥玩意儿了？后面啥玩意儿？忘记了，就这样吧。啊，特别好。那今天的恐怖和挑战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记得来无锡视频看我们哦，拜拜。记得来看我们哦。